要同意说，如果你想要做一个 one for case， 不是念念 paper 就可以，你需要更多临床经验的分享与讨论，还有就是操作 one for 的过程中所需要的材料、器具的清单。我们精神就是从零到一，巨细靡遗，所以我们不仅会提供你平牙医在 one for 上面的经验，你还可以实际操作手术和假牙的 hands on， 了解到手术中所需要的每一样材料、每一家供应厂商名单，得到手术中会用到的每一张表单，更有全台独一无二的 mentorship program， 实际的临床案例分享，让你更能顺利开始你的第一个 All on Four。所以从零到一，巨细靡遗，我相信这会是你最有收获的 All on Four 课程。Ha ha ha.